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 Anker 新出的 Live Q35 大耳罩蓝牙耳机，它有降噪功能。那我们接下来测试一下它的降噪通话的效果。那我旁边这个是电风扇，那这个电风扇呢，我现在转最大风量，然后来吹我。那我们先来拨一通电话，然后来看看它在这个电风扇的干扰之下，它的通话效果如何。喂，我现在用这个 Anker 的 Live Q35 这支蓝牙耳机打电话给你，那你听听看我现在的声音效果怎么样？有没有听到风的声音？完全没有风声。完全没有风声。对。我现在转到这个车正面，你听听看有没有风声。哦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但是讲话还是蛮清楚的。讲话还是清楚，我听你也是蛮清楚。那好。好 ,OK, 先这样。好，这个是我在电风扇前面的测试效果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场地转到户外。好，接下来我现在来到这个户外啊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 Q35 它的降噪效果。那我同样的再拨一通电话给对方。喂，我现在人在户外，然后旁边这个是马路，那你有没有听到车声？目前没有听到车声，只有人的声音，然后背景也蛮干净的。背景是蛮干净的。对。旁边一直有车在经过，你有听到车的声音吗？没有完全没有。嗯，对。那我的声音清楚吗？会不会飘？会不会断断续续的？声音也蛮清楚，就跟刚刚室内一样。都跟刚刚室内一样。对。好，我自己听你的声音也是蛮清楚。嗯。好 ，OK， 好，先这样。好，这个是 Anker Q35 它在室内跟户外的降噪效果测试。那通话效果啊，大家比较一下，跟你自己平常戴的通话效果，那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别？